照片是由荣耀9专业模式拍摄的哦。专业模式一共有三种测光模式，分别是矩阵、中央重点以及点测光。在逆光的环境下，例如背后阳光很强烈时，使用点测光针对人脸的曝光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哦。当人物运动过快时，需要将 ISO 相应调高，快门速度加快，这样子就可以捕捉到运动中的画面啦，照片就不至于变糊哦。要降路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